方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展开侦查行动。经谈判小组评估谈判无效之后，指挥官立即指示维安特勤队营救人质，伺机突击。特勤人员随即行动，装甲车车侧备有液压顶杆，需要时可卸下，并与车头钢板结合，成为破门利器。我们可以看到特勤人员一组四人，各司其职，协同组装，快速将装甲车准备完成，等待攻坚时机。随即指挥官判定适当时机后，攻坚发起。歹徒开枪，特勤人员随即还击，火力掩护，竟迅速突入。成功营救人质，击毙暴徒。新北市警犬队亦迅速进入现场，实施爆裂物搜查。新北市警犬队是全国各县市政府警察局第一支警犬队，警犬主要的任务是侦报、缉毒及案件的调查。因为警犬搜爆功能效益良好，由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纳编为总统维安的安检能量，国内重大活动的搜爆以及协助治安场所临检搜索，待会会有巨大的爆破声响，请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不用惊恐及担心，我们已经做好最完善的安全措施。相信各位也相当期待我们今天的演出，您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们就以热烈掌声请维安特勤队进场。各位长官将目光移至正前方白色大楼，现在展出的是高楼铁架，请看演练。现场可以看到八名特勤队员展示高楼铁架能力，运用正面超层的方式快速下降至地面。每当重大治安案件发生时，特勤人员总能发掘突破口，展开奇袭。高楼垂降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战术技能。装甲车。接下来为各位演练的项目为车辆远景执勤安全的强力后盾。犯罪组织豪邦犯下多起抢劫及枪杀案，其火力强大，有如移动军火库。维安特勤队实施车辆拦截任务，计划以装甲车拥有极高的性能，使歹徒无法冲撞。歹徒逃逸，特勤人员迅速追击，歹徒立即开枪制服。特勤人员随即跟上，击毙暴徒，向一名歹徒放弃抵抗，警方立即上前逮捕。歹徒开枪，特勤人员随即还击，火力掩护，迅速突入。成功营救人质，击毙暴徒。新北市警犬队亦迅速进入现场，实施爆裂物搜查。新北警犬队是车尾车门，车尾车门除了配有两个方形的射击孔外，该车门可快速打开至180度，可供勤务人员快速的上下车。接下来前方为射击顶舱盖。该设计顶舱盖可旋转360度，
可提供射手最佳的射击位置以及防护效果。警务人员所站立的踏板可依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上下高低三段的调整。接下来我们全车在全车配有行车踏板，该踏板负重1300公斤，可提供全装勤务人员12名挂载在上面。踏板上方备有战术把手，该战术把手可让勤务人员身上的挂钩挂在上面，提高行车的安全性。现在全车配有行车辅助系统，可提高驾驶在行驶的时候给予最高的安全性。以上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副长。在国外的植物，他们拿来使用，比较不会拿来去冲撞那个水泥装墙。那该压型钢大部分都是拿来破坏铁卷的，或者是车辆在做推挤的时候拿来使用。谢谢。这个是防弹的，我们现在拿防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组长及所有媒体的好朋友们，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媒体好朋友们，您能够将我们最精良的装备以及最专业的训练呈现给国人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恭请组长和各位长官以及文特勤队的同仁们合影留念。战术型的装甲车是一个移动式的掩护体，也是一个移动式的，在警察面对强大火力的暴徒，我们要攻坚要破坏的一个掩护体。那过去是因为我们有碰到一些暴徒持有强大的火力，那我们必须向军方借用那个装甲车，不过那个跟对于警察的战术是不太适用的，所以我们很谢谢行政院副院长支持我们今天采购一部这个战车。那今天警察节，我们趁着警察节的时候，我们保一总队的特勤部队，也是我们的惶恐精英部队，根据过去的一些状况来做一些演习演练，然后呈现给我们的长官，也呈现给我们台湾的人民，让我们人民更安全，那我们台湾呢也更安居乐业。那这个部队跟这个装备都是最好的一个装备，希望我们以后面对有这种突发而且持有重大火力的这些暴徒，我们可以用这一部战车跟我们的惶恐精英部队结合起来，安全、迅速的、有效力的给予压制、逮捕。